怎么你就不够呢？花了你多少钱？七八万是吧？刚才说。对。每个月都要寄是吧？对，我每个月一发工资，我就想起来给他打钱。怎么跟那女的在一起的呢？我也是被逼无奈，我怎么被逼的？控制不住自己。他说他半夜渴了饿了，你跑三条街给他买吃的买喝的，你什么时候这样对过我呀？我知道我也很对不起你，可我六年了，你给我买过一件礼物吗？我说我从北京回来了吗？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做错事情了，别哭了，想跟你说好了。有时候我过生日，我自己给我自己买一件礼物，告诉父母说这是他给我买的。我生病给他打电话，想让他回来看看我，但是他总是说他忙，他忙。你是怎么发现他外面还有个女人的？就有一天，他从北京回来，在家里边，然后我就去他家去找他，他当时正在洗手间，他手机就突然就响了，我就想把手机拿给他，但是他立马就冲过来把我手机给抢走了，把我推到了沙发上。平时我去北京去找他，他都不让，他说他要在外边租房子住，然后我就说我去帮忙给他收拾收拾家什么的，因为他从来他都不会收拾家，然后他也拦着说他自己收拾就行，不让我去。房租谁付啊？我付，半年6000多。都你付啊？对，我把我所有钱都给他了，我甚至把我们准备结婚装修房子的钱都给拿出来了。他以什么借口来要的呢？他有一次他说他朋友出车祸了，跟我要2万块钱，还有一次说公司里边要交什么保证金，要10000块钱。我不是没有办法吗？我当时想都没想，我都给他打过去了。哎，那钱拿去干嘛去了？说。我没有。你拿去干嘛去了吗？那女的威胁我，让我给她买东西，不买她要公开。她威胁你，她怎么就威胁你了？你是不是给她买了个包10000块钱？她公开我们之间关系，一万块钱那是我几个月的工资啊！我也不想这样。一万块钱的包，我想都不敢想。小子，我问你啊，怎么那么怕那女的？那女的是哪儿的？这些年啊，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个傻子。你别哭，姑娘，你告诉我，你说吗？北京的。干嘛的？怎么认识的？问你呢，你得跟人坦白啊。就是那天在酒吧跟朋友一起喝酒，然后就喝醉酒了，然后我也不想那样，谁知道那个女的她又讹着我了。如果你跟她没什么，她拿什么？你别说话，你别说话，怎么了？你说清楚吧，这个事儿跟大家。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之后，他又向我要钱，我也很无奈，我也不想这样。你知道他最后向我要车，我能满足他吗？如果他跟你要的不是车呢？我没有，我忍了他一年了，我把工作都辞了，我回来想找你。我知道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我的钱，我就是你的存折。我没有这么物质，我知道你从小就对我好，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所以我才回来找你来了。哎，他怎么威胁你啊？我也是被逼无奈，他怎么逼你的呀？他又向我要钱，我。对呀，他拿什么讹你吗？就那天晚上跟他在一起之后，他又向我要钱，我嗯，我说不给了，他又要公开我们之间关系，我怕他知道，我不想让他受伤害，我当时就瞒着他，就给他钱了。你还是喜欢那个女人？我这不回来了吗？我现在我不喜欢她了。哎呀，你站到那儿跟人说个对不起去。我不想看见你。我知道我做了让你对不起你的事儿，可是我现在我回来了，我想让你原谅我，是我错了，是我不成熟。我没办法原谅你，我能看见你就能想到你和那女人在一起。我把她给打了，你知道吗？哎呀，她就是骗了我，我知道我错了。好好好，来，你回来吧。你这个说谎专家呀，她骗了你什么了？她又一直向我要钱。不对嘛，她凭什么还向你要钱嘛？你说我花心，我喜欢上一姑娘，我追求这姑娘，我知道我错了，我不爱这姑娘也行。然后说啊，这姑娘是只狼，她问我要钱，她威胁我，我，哎，你有，
我也不，姑娘，你是还想跟他好吗？我现在不想看见他。我知道是我错了。大学毕业之后，我也想好好工作，让你过上好日子。我想给你想要的幸福。我难道我不是这样想的吗？可是你呢？你都做了什么？我知道我错了。一切都被那个女人给毁了。咱们一起好好过日子好吗？我知道我错了，咱们不要，你不要再听他说的话好吗？他说的都不是真的，他又想破坏咱们之间关系的。那个女的跟你说了一些什么呀？她跟我说，她跟我在一起只是为了应付家里面的人而已，还说她生那个女的生病了，她可以在旁边一直照顾她，一步都不离，说给她洗衣服、洗脚，言听计从的。你为我做过什么呀？我知道我以前没有好好照顾过你，我知道是我错了。哎，那姑娘是把你蹬了，你又回头找她。你今天说句实话没关系，是人家那女孩不要你了，还是你为什么打那女孩啊？是我实在忍受不了，我跟她在一起，我见着我才发现我喜欢的是你。行了，姑娘，听听咱们老师怎么说好不好？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真是不光生气，我特别心痛。刚才编导跟我说非常的可气，我在想年龄还小，总值得有原谅的地方。我一开始真的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你自己不会挣钱吗？没钱花不会找家里要吗？他的钱打水漂来的吗？真的太扯了，我只想说真的是够了，我没什么跟你说的。女孩，听好了，你是他女朋友，你不是他妈，你为什么这么多年要无怨无悔地养着他？你欠他的吗？就因为你们在一个大院里长大吗？我参加过那么多的节目，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我一直在忍着，我真的受不了了。走吧，女孩，你还有多少个6年要浪费在他手上？女孩，我也知道，同为女人，当我所爱的男人，我可能从小到大所暗恋的那个男人，终于能够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无比的对他好，因为我知道我配不上他，我只能用我的好去留住他。但是你要记着，你有可能爱的一个人，他并不是真正一个那么好那么伟岸的人，他所有的道歉，他所有的悔改，我特别害怕你动心了。因为他每说一句对不起的时候，你就会难过了落泪。我就在想，会不会你已经心里软了，就觉得说好吧，我原谅他了，因为他都已经悔过了。但是我一定要让你清楚，有些人他嘴巴上说错了，但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悔过。因为从上台到现在，他没有说一句实话让我们听到，我们听到的都是那个女人多么的绑架他，多么狠毒的绑架他。所以一个到现在还在对你撒谎的男人是绝对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幸福生活。所以没撒谎是吧？没撒谎是吧？是不是没撒谎？是。那女人是强迫你的是吧？来，我这儿有段录音啊，为你准备的，来听听。那个在北京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或者说那个在北京威胁他、要挟他、让他犯错的女人是怎么说的？我们听一下。喂，您好，请问您和小赵现在是什么关系？我们在一起已经一年多了，他对我可好了，给我洗衣服、做饭，我干什么他都听，我要什么他都给我买，我的包、手机、衣服，都是给我买的。他根本就不喜欢他女朋友，说他就跟块木头一样，就是因为家里的压力才跟他在一起的。这次就是我们吵架了，他才跑走的。他心里喜欢的肯定还是我。他骗人！你别听他说，他……你不要狡辩了。你骗了这女孩那么多年，女孩，你要找到那个女孩，好好的感谢她，她在北京共同生活过的这个女孩，是这个女孩教会了你，不要再继续这场不像女友、像妈妈这样的糊涂的恋爱，要不然你要糊涂到什么时候？女孩，我真觉得你们俩不合适。而跟他最般配的就是电话里这女孩。哎，你一定要成全他们啊！不成全他们，我跟你说，你都对不起自己。小伙子，你就跟那女孩在一起吧。只不过有一点，如果你做到了，你可能还能算是一撇一捺的人，就是把那7-8万块钱还给那个女孩。否则，你一生都抬不起头来。
一个20多岁的男生，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看上去好像很老实，头始终低着，佝偻的身躯好像很虔诚，嘴巴里面的话语的态度老是在承认错误，好像非常诚恳，但是那双皎洁又小的那个眼神，闪烁几次飘来飘去的眼神，恰恰背叛了你。你眼睛转来转去，证明你在随时盘算着如何去编下一个话，一直转来转去。手心向上的时候，就像女生要钱恬不知耻；手心向下的时候，一把把别人推到沙发上，或者扇在另外一个女人的脸上。你的父母如果看到这一期节目，他们会作何感想？你给你父母脸上真是抹黑呀、啊！其实事到如今，你说一句真话，往往你的明天可能更光明。但是你偏要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个事儿瞒下去。现场我几乎所有人产生于人的本能，都想一口唾沫把你淹死。你想这样吗？你才20几岁。所以你好好想想，不骗你骗谁呢，姑娘？你说不骗你骗谁呢？以前我们总是为这种人所气愤，但是其实想一想，真正的愤怒点在你这种人这儿。你如果不愿意，你如果不自欺欺人，你如果不拾起自己的尊严，丢掉自己的尊严，你怎么可能让他骗到这种地步呢？你人才20多岁，却被骗了10几年。不要哭，你的眼泪一点都不值钱，我一点都不同情你。为什么？虽然说你说得很楚楚可怜，分究你每一个细节，都觉得这女孩子真是被欺负得体无完肤。上学的时候就拼命的省学费给她，工作了之后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比妈妈还要妈妈的这样的去供养她。你的脑子在哪儿？非要自欺欺人吗？就这么一个骗你骗了10几年，从未给过你任何温暖，而且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这么个男人，他也配让你陪他到这个舞台上来吗？你来都不应该来，你看的这种人应该转身就跑，十分厌恶你居然还在这儿低眉顺眼为他流泪。我想问一下，你父母要是病了，你在床前可能都不会哭得这么伤心吧？但你为这么个东西你哭成这样，他不值得你流泪。人的情感很丰富，喜欢的时候是会欢笑，那是爱，痛恨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很重的感情，那叫恨，但他不值得你恨吗？你今天千万不能出来啊，我告诉你啊，听见没有？听见了啊？就这样。